骑马进入决赛，汇聚全身的元气，眼神间的对手戏，占据阵地。有爱，我才不会动摇，不要再白费力气。到底是什么因为晕头转向？应对的法则是善于逞强，心底的欲望却无处可藏。理想的恋情就已经到底，做一个深呼吸。Take one， 大步向前 ；Take two， 动动双肩，这魄力让你着迷。灵动的指尖画一条弧线，魔法存在的意义，由我来证明。Take one， 保持距离 ；Take two， 无限靠近，我快要无法呼吸。孤岛深处的谜底，未知的剧情，剩下夜晚的海空。有个危险的气息。哦，一转眼就上了热搜，我跟李希薇跳舞的事情马上就没人关心了。这家伙是不是故意的，为了我？你也不想想，要是被媒体写出奇怪的事情来，你要怎么解决？如果我真的跟李希薇签约的话，恐怕真的会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了。好，我可回绝他了哟。喂，吓我一跳，怎么这么巧啊？高导演的片子马上就要播出了，我很期待咱们俩打赌的结果。打赌？赌什么？我们就赌这两部作品上映之后，你演的哪个角色的人气更高。啊？要是你选的角色赢了，以后你喜欢演什么样的角色，我就帮你接什么样的角色，全听你的。但是，如果我选的角色赢了，你以后就只能接我选的角色。就要见分晓了。哦，哥哥。小小，最近没怎么联系，你有好好吃饭吗？等着跟你一起看你第一次演女主角的片子呢。哥哥是你最忠实的粉丝。哥哥真是的。我回来啦。我也来啦。我就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屋里看吗？难得大家都来陪你嘛。就是嘛，小小，今天可是你第一次出演女主角的首播日。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合拍了？太羞耻了。好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还有点小激动呢。嗯，小小，表演得不错。我能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情感。是吗？谢谢。哎呀，因为是苏小演的嘛，我还以为最后肯定会把那个男的杀了呢。这个角色是挺好的，但不是苏小的风格啊。我呢，还是比较喜欢苏小一贯的风格呢，对吧？一说起苏小，大家肯定会觉得是个恶毒的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没关系，你们不用这么勉强的夸我，毕竟我也是第一次演这种角色，很难扭转印象嘛。不敢看，第一次这么紧张。这个角色是挺好的，但不是苏小的风格啊。
我呢还是比较喜欢苏小一贯的风格呢。果然我还是输了吗？不能灰心丧气，不管面对什么挫折，不能亏待自己。等我吃饱了再战。喂，小小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要挑战新方向是很难的，但是我会一直站在小小身后的哟。谢谢三弟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对了，肖简联系我了，他说呀，在好莱坞那边的拍摄部分已经完成了，之后要回到国内这边拍，明天晚上就回家。这样啊？我明天也会过来看你们的，所以先提前跟你说一声。好。好吧，已经吃饱喝足了。镇子，肖简就要回来了，好久没见面了。虽然我们有视频通话，不过这次打赌的结果不知道他会怎么。好久不见了，苏小，你还好吗？不要介意打赌的事，笑一笑，因为我最喜欢看见你的笑容。怎么可能会这样？他可能只会这样。哇哦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的喵喵！来来来来来，帅哥帅哥帅哥！变态啊，来自好莱坞的变态啊！好，接下来终于到了冲刺搭档最后一个环节。最近这个节目真的好火，而且请的都是大牌。大家要加油啊！希望各位能够发挥出搭档之间的默契。你们哦，好，最后的找椰子游戏，现在开始。像是吃了碳水化合，零度可乐冰，在十厘米的床垫上刷新着手机讯息，让一直慵懒的猫咪专属一个你，为什么还没回讯息？扔一个大辣椒，我的脚步轻巧。